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每时每刻的客座班主任吴淼。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彻底的眼部清洁。用棉片浸透卸妆液在上眼睑轻轻敷5秒钟之后，眼一侧轻轻擦拭，再向上擦拭，之后轻轻撕掉假睫毛。用棉片浸透卸妆液垫在睫毛下方，用棉签蘸取卸妆液轻扫睫毛，睫毛卸妆完毕。用浸透卸妆液的棉签清除睫毛根部的残留眼线，这样眼妆就卸除干净了。